一起给你1500块钱的，好吧？太少了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这个我也不骗你的，他说我们要多赚点钱了，好吧？好了好了，那我里面还有几个那个棉签，你看一下嘛。棉签，嗯，啊，人家都可以拿来，都可以拿来啊。看一下啊。啊，好好。15块钱差不多。100来块钱一个。我看一下。嗯，这都是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嗯。什么多少个了？30多个吧。30多个。嗯。那带啥？该出去带什么东西？这个品相不是太好。这都是捡来的，哪里啊？这么差？应该也是老一套，他们爷爷烧起来的。哦，他们收了的，对，收了的，对。这个比较多的。收还是可以收，啊，这个价格不高嘞。这个就是你来比较。你的交了价也好一点吗？嗯，这个是清末时期的，民国时期清末，这个就是品相好，就忘了多少能卖几十块钱一个。这个品相不是太好的，10来块钱一个，20块钱一个，只能这样。没有品相不是太好的。12个，它是一个，这个不是太贵了，这个10块钱一个，10块钱一个，你看可不可以？32，三百。家里拿包裹，按这买给你送了。是的啊，这31个300，320块钱呀，1520块钱，啊，那个1580多了啊，搞个1580多给你一点点，好吧？好了。你说这个呢，这个也只能再个几十块钱，70-80块钱一个，啊，这个呢都是1000多就不讲啊，一万拿1580给你啊。好了。你手机呢？你是个手机，我把手机吗？